大家知影，咱李总统也是台联的创党吼，伊伫伊的指导之下，台联党才成立的。啊，李总统一直咧是要为台湾伫拍拼，也拍拼到最近，大家知影吼，啊，这个有重病吼。这大肠癌手术现在是真正顺利啦，不过这拢是受精神上的打击，所以才产生的。也伫这个中间，伊提出这个弃马保台吼，这个口号伫全国发了了后，啊才去予特调组甲起诉吼，所以讲这嘛对足大个打击了呢。啊，这拢是为台湾，所以讲我伫只那只呼吁。大家吼，即帮用选票啊来对李总统有一个交代安尼吼，所以讲即帮个是呐，台联会当超过5%，我相信讲咱啊李总统伊个病就全部拢会好，也伊个即个官司我相信啊一定个无问题，会一个安慰，所以一搭呼吁大家。照这个选票，向咱李总统一个公道，好阿妈。好。